假如你是那一些很喜欢坐在户外座位上喝东西吃东西，感受过一种很 chill 那种慢生活的感觉的人士的话，来这里就啱晒你了。艺中产游记在这段片的最后是会有超吸引的西多士港人独家优惠，记得看完整段片了。一连三集的深圳福田区市中心商场巡礼就来到最后一集了。虽然今集介绍的商场就并不连通我之前那两集介绍的那一个非常庞大的地下街系统，但它仍然是我在福田区环环这么多个商场之中我最喜欢的那一个商场来的，就是卓越 InTown 购物中心了。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这一个商场，主要原因是有两个。第一，并不是夸张的说法，真的假如没有这个商场的话，老实说都没有今时今日的西多士。加上我这条 channel 拍的第一段片介绍海底捞的片，正正就是在这个商场的海底捞分店那里拍的。之后我亦都介绍过不少现在深受香港人欢迎，但是那时候呢它是对于香港人来讲比较陌生的品牌，同样都是在这个商场那里拍的。而第二亦都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卓越 InTown 购物中心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城来的。有很多我很喜欢的餐厅都有在这里开分店，而且由于它没有直接拨通到去地下街系统，因此就令到它去到星期六日就成为了一个稍微隐世一点的地方。咁而作为一个香港人，平时喺香港咧已经逼够啦。因此，假如星期六日我出到嚟福田市中心，我好多时候咧都会拣嚟到卓越 InTown 购物中心呢一度坐嘅。卓越 InTown 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户外中庭位置。因此有唔少餐厅咧都系设有户外嘅座位。假如你系嗰一啲咧好中意坐喺户外座位度饮嘢食嘢，感受过一种咧好 chill。那种慢生活的感觉的人士的话，来这里就啱晒你了。这里也是福田区少有长期设有文创市集的商场来的。假如你是一个文青，喜欢买文创精品的话，来这里分分钟是会有意外收获的。疫情之后，卓越 InTown 都有不少新餐厅进驻的。不过主打帝王级服务的海底捞，主打椰子鸡的润园四季，同埋主打潮汕牛肉火锅的百合里仍然都是在度嘅。当中海底捞咧，仲要在疫情期间重新装修，环境就更加好。以前都有介绍过，喺度就唔再重复介绍啦。而其余餐厅咧，仲包括非常之出名的酸菜鱼餐厅泰尔酸菜鱼，主打西式轻食的加价，同我个名字同音的烧肉餐厅西先生，主打波波蚬煲的老成仙贝贝煲，在向西村起家的龙发鸡煲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我早嗰排都有跟大家介绍过，我的 friend 喜欢到一个月吃了七次，几高质的韩式果木烤牛内脏专门店菜板了。B1 这一层现在是一个主要是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平价美食的 food court。对比起邻近商场的 food court 来讲，这里的环境感觉上是会比较干净企理一点的，也都会比较阔落一点，坐得舒服一点。因此假如平日我自己一个人没有 friend， 想找些东西简单吃一吃，又想坐得舒服一点的话，我很多时候都会选来到卓越 InTown B1 这一层那里找东西吃的。而由于卓越 InTown 是超近皇岗口岸啊，飞的过去只是个零字嘅啫，因此呢一度咧都有不少餐厅系营业到凌晨时分，服务翻嗰一啲咧喺深圳玩夜咗，想医爆个肚咧先至再经24小时通关嘅皇岗口岸翻香港嘅人士。除咗有开到第二朝七点嘅海底捞之外，亦都有呢一间开到凌晨两点嘅法式小餐馆法乐，唔单止系有得锯下扒，仲有唔同嘅餐酒，红酒、鸡尾酒可以饮添。不过我更加喜欢的是这一间开到凌晨三点钟，主打新式川菜的酒肆前冲。这里除了有饭食，每晚都会有上下半场的驻场歌手表演睇。九点后的下半场是由乐队在室内部分的舞台唱一些气氛比较嗨的歌。更加正的是七点至到九点的上半场会有歌手在户外舞台上面 solo 一些民谣风格的乐曲。
喺度一路听歌，一路饮下酒，真心系几超下嘅。而由于喺户外区域度表演，大半个商场咧都可以听到呢一啲歌声，亦令到成个翠月烟摊咧多咗一种好浪漫嘅氛围。饮品店方面，喜茶、奈雪呢一啲香港人熟悉嘅品牌当然唔少得啦。另外亦都进驻咗唔少深圳近年比较受欢迎嘅品牌，譬如主打手打柠檬茶嘅优大叔，主打各式椰青水饮品嘅扣扣椰，主打果蔬汁嘅混果汁。中意食雪糕嘅话咧，更加唔可以错过呢一间茅台冰淇淋。顾名思义咧，即系买一啲用茅台酒做嘅雪糕。总共系有四只口味，我就最中意最简单嘅原味，因为系最能够嗒真茅台嘅嗰一阵独有香味嘅。不过大家就唔好以为用茅台酒做嘅雪糕咧就肯定好容易醉，其实酒精含量咧就只系得三度嘅啫，就算唔饮得嘅都可以试试嘅。话说自从通关之后，一直以来都有唔少朋友仔想我继续帮大家争取一下一啲港人嘅独家优惠嘅。而正如我一开始话斋，翠月烟摊呢一个商场对我嚟讲真系有一份特殊嘅意义，所以我就胆粗粗 send 咗份简介俾个商场，问下佢有冇兴趣同我合作。点知又真系收到翠月烟摊嘅好消息，话愿意提供一啲俾朋友仔嘅独家优惠。阿妈，我得咗啦！由即日起去到今个月尾，凭呢一张优惠卡去到商场内指定商户度消费，就可以获得唔同程度嘅优惠。譬如润园四季咧，就有一个超抵食嘅199蚊双人套餐。酒肆浅冲、西先生、龙发鸡煲、引擎日料、大虎寿司同埋泰食谷仓，分别系提供800至700折嘅优惠。中意按摩，但系又想揾个市井啲嘅场嘅话，名副其实嘅精英推拿咧就提供推拿按摩800折嘅优惠，仲有思域养发咧就提供668蚊嘅养发套餐添。唔系我卖花赞花香，呢一啲优惠咧真系好吸引噶。我甚至再帮大家勾多咗一间优惠卡上面冇写嘅优惠添，就系我早嗰排出过片介绍过嘅菜板。早两日我就拎住段片走去问下老板娘啊，佢就话愿意再提供一个朋友仔嘅独家优惠，只要买单嗰时出示回乡证，就可以免收最多5款罐装或者支装嘅无酒精类饮品啦。点样攞到商场嘅优惠呢？其实方法好简单，只要大家咧嚟翻商场嘅前台，同佢出示翻回乡证，并且咧同服务员讲系想攞西多士嘅港人独家优惠。阿芬妮，啊，谢谢。然后前台咧就会有一份非常之简单嘅登记表，上面咧登记翻你自己嘅个人姓名、手机号码同埋 email。其中手机号码咧系可以填写香港嘅电话或者内地嘅电话都 OK 嘅。然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呢一张优惠券噶啦。另外商场依家咧亦都有一份问卷调查可以俾大家填写嘅，其中第三条问题，麻烦大家咧就记得要填翻西多士啊。填完之后咧，就可以得到一份精美嘅小礼品。用呢一张优惠券嘅方法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只要去翻对应嘅餐厅度，同翻店员出示翻。麻烦你，我想用这个优惠。好的，那这边帮你下单。好，谢谢，谢谢，谢谢。咁店员咧就会帮手提供翻呢一个折扣优惠噶啦。最后就讲讲点样嚟卓越烟摊呢一个商场，方法咧其实系有两个嘅。由会展中心站 D 出口出嚟，直行去到路口转左，再行到大路口过斜对面马路就嚟到呢一个商场噶啦。又或者穿过会展中心站 A 出口侧边嘅地下街，行大约2分钟，右手边咧会有一个4号出口。由呢一个出口上翻地面，直行到去大路口，再过对面马路，同样都系可以嚟到呢一个商场嘅。好啦，今集就先嚟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